女主原本是个在小公司上班的社畜，因为打游戏时猝死，结果穿越到了她正在玩的那个游戏世界。而她在确定自己穿越成游戏女主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反派大小姐表白。好き。私はクレア様が大好きです。あなた一体何を言ってますの？原来这是一款以女游戏主线是身为平民的女主攻略同校的三位王子，期间还要跟一个反派大小姐斗智斗勇。 应对他时不时的欺负，可女主的性格偏偏不喜欢那几个英俊潇洒的王子，反而喜欢游戏里那个娇蛮任性的反派大小姐，还对他说出了这样的话：之后就是游戏里的情节，比如女主被大小姐推倒，她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这样说：素晴らしいです。ご自分の手を汚されるやはり三者逆のいじめことは格が違います。何を言って。来え。 クレア様。就算被故意踩了脚，他反而很兴奋。课本被故意藏起来，就借机凑上去跟大小姐看同一本书，被浇了一头水，又趁机往她身上蹭。大小姐慢慢发现不对劲，这个女孩好像越被欺负就越兴奋。 被欺负的人很开心，欺负人的人却哭了。身为刁蛮大小姐的她，第一次感觉自己很失败，而女主却乐在其中，完全置游戏主线而不顾。就算三位王子出现在眼前，她也懒得去攻略，因为她眼里只有大小姐。这天，大小姐终于摊牌了，她要利用这次考试跟女主决斗。如果女主输了，就离开这个学校。而女主也趁机提出要求。 如果大小姐输了，就要答应她一件事。于是赌约成立，大小姐非常自信，因为这次考试的学科都是她的强项。而女主更不慌，这游戏她刷了好几遍，对里面的各种细节都非常熟悉，比如这一关笔试，她想考第几名就能考第几名，因为她不光对试题滚瓜烂熟，连在场的主要人物能考多少分都清清楚楚。只是第二场礼仪考试，她是必输的，因为身为贵族的大小姐表现得完全无可挑剔。 魔力测试这一场女主稳赢，不过为了看大小姐情绪波动，魔法实践的考试她故意放水输掉。毕竟有输有赢的比试才有意思。对于女主，大小姐真是够够的，她半夜三更敲房门，竟然只为了求抱抱。到了发成绩的这一天，女主顶了个大大的黑眼圈，大小姐还以为她是怕输了被赶出学校，所以没睡好。 而女主其实根本就没睡，因为她一想到赢了以后要让大小姐做的事情，就兴奋到睡不着。首先是笔试的成绩发了下来，女主第三名，大小姐第四，礼仪考试，大小姐第三，女主二十二。到了魔力测试的环节。 大小姐还以为她能完胜，可女主却以无法测量的结果拿到了第一名。大小姐虽然优秀，却只有第六。所有人都为之震惊。而这一切其实都在女主的掌握之中。当上贵族大小姐的贴身女仆都有什么福利？第一，可以趁给小姐穿衣时大饱眼福。やっぱり我慢なりませんわ。ちょっとあなた視線が横島じゃありませんこと。失礼しました。 もうちょっとだけ眺めたら終わりますので。第二帮小姐沐浴时还能上下其手。それじゃあお体失礼しますね、クレアさま。レイちゃんは髪を洗って差し上げて。はい。変なことしたら引っ叩きますわよ。第三晚上可以进小姐的卧室公然索吻。お休みの kiss は必要ですか？そんなことメイドに許されると思ってますの？于是，在听说大小姐招聘贴身女仆的消息后，女主第一时间就跑来应聘，还以最好的成绩打败了所有竞争者。来到了最后的面试环节。 可见到女主后，大小姐的第一句话就是：虽然大小姐很不待见女主，但女仆长的意见也很重要。她甚至能驳回大小姐的反对，直接录用她。于是女主又赶紧在女仆长那里刷印象分。忠誠心ではありません。そう、これは愛です。愛と。 こんなという名刀をそばに置けませんわよ。どうしたんだね、騒がしい。来人是大小姐的父亲多鲁，帝国第三把交椅，在这个家里有绝对的权威。大小姐就趁机跟父亲撒娇，说什么都要把女主踢出去。メイド長が選んだのなら能力的に問題はないだろう。がクレアが嫌というのであれば雇うべきではない。お父様。
眼见之前的福利都要泡汤，女主赶紧说出了几个关键词。多鲁听到后大惊失色，直接把大小姐和女仆长赶出去，独自跟女主密谈。最后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说服的多鲁，反正谈完之后她就改变了态度，钦点女主为大小姐的贴身女仆，不管她怎么反对都是无效。有父亲的权威压制，大小姐也只能妥协。 之后女主就过上了幸福生活，跟另一位女仆雷尼一起伺候大小姐。雷尼是跟大小姐从小一起长大的，说是女仆更像是一位大姐姐。很多事情大小姐都听她的，唯独吃青椒这件事，大小姐有个小毛病就是吃饭不爱吃青椒，谁说都不行。可现在女主来了，她想不吃都不行了。じゃあ私が食べ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わーい、これは様と完成です。ごちそうさま。やるね、レイちゃん。因为是同学的关系，女主在上课时都能贴身伺候大小姐。当然，因为女主那炽热的眼神，大小姐也是非常困扰。おかげで心休まる暇もありませんわ。心中お察ししますわ。あなたのことを言ってるんですのよ。其实女主当上课雷雅的贴身女仆，同学也很嫉妒，因为在大小姐家，名贵的巧克力可以吃到饱。冗談おっしゃらないで。 其实女主偶尔也有困扰，毕竟这里是游戏世界，所以就算她偏离了轨道，可主线还是会自动找上来。比如第一王子罗德，就因为女主在考试中的成绩太出彩，而对她心生仰慕，可她真的不爱王子。她的愿望是跟大小姐长相厮守，王子什么的请退避。这绝对是十月最好看的百合新番。女主穿越后甘愿做反派大小姐的贴身女仆，只要能跟心爱之人朝夕相处，成为女仆又怎样？可让人看不懂的是，女主明明喜欢大小姐，却又要把她推向别人，竟然要把大小姐跟二王子搓成一对，只因为她知道大小姐暗恋二王子，而她对大小姐的爱之深也到了爱情的至高境界。 私の目的はクレア様と結ばれることじゃなく、クレア様を幸せにすること。だから、爱他不是占有他，而是让他幸福。这高度让多少人望尘莫及。女主跟大王子下棋不但输了，还装出高傲自大不服输的样子。其实她只是想建立起惹人厌的人设，让大王子讨厌她。毕竟她只想跟大小姐你侬我侬。可大王子却喜欢上了她想追她。为了降低她的好感，女主也只能出此下策。可偏大王子对她的好感度却直线上升，只因为她看出女主是故意放水才输了这盘棋。棋艺高超还顾忌她的面子，这样的女孩怎能让她不喜欢？这边大王子打发不掉，另一边三王子又来约他们打扑克。看着被喊来凑数的米夏，女主又升起了八卦之心，因为她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。米夏跟三王子是青梅竹马，两人从小一起长大，虽然米夏的家族现在没落了，可米夏仍然暗恋着三
惹得一旁的米夏醋意大发，没一会女主又看出发牌的荷官是三王子的侍从，所以这场游戏他可以随意作弊，心里就有点小生气。眼看三王子对他的好感也在不断提升，女主只能找个借口离开，因为一旁吃醋的米夏都快黑化了。为了撮合大小姐跟二王子， 女主拉着他去偷听二王子弹琴，因为这是游戏里的一段主线剧情，只要静静听完这首曲目，再走上前夸赞一下，就能获得二王子的好感。可大小姐见到二王子就沉不住气，没等曲子弹完就冲上去一阵夸赞，这下反倒适得其反，降低了二王子的好感。于是为了补救，女主提出大家一起玩一个游戏，能考验成为国王的资质。她知道二王子对当国王很上心， 第二轮的国王是磊妮，他下令让二号跟三号握手，二号就是女主，三号刚好是大小姐，于是女主就开心了。第二轮的国王是磊妮，他下令让四号摸三号的头，二王子是四号，大小姐是三号。被暗恋的男神摸头，大小姐害羞的连头发都红了。第三轮的国王是女主，她更过分，直接让二号和四号亲亲，而这一把的四号是二王子，二号是大小姐，原来这都是女主设计好的。
他从一开始就跟蕾妮商量好了，如果他俩中有一个成了国王，另一个就用眨眼的次数表达自己的号码数，这样国王就能反推出二王子跟大小姐数字，借机让他俩做一些亲密举动。虽然最后因为二王子的离开，两人没能亲上，但这也是大小姐跟二王子走的最近的一次。事后蕾妮表示她非常不解，女主明明很喜欢大小姐，为什么还要撮合她跟别人？本以为她不会回答，结果女主答得很认真。 クレア様にお思いを受け取ってもらえるとは考えてないんだ。クレア様には好きな人がいて、それを応援したいし、私は近くにいられるだけで幸せだし。又一次被变相表白，大小姐的脸都黑了。可她这次不但没发脾气，遇到别人说女主坏话，她竟然主动上前帮她出头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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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哇哟呢。虽然被大小姐保护的感觉非常好，可女主真的不喜欢大小姐欺负别人，因为只有她才配被大小姐欺负。谁说穿越到乙女游戏世界就一定要攻略王子，女主就偏偏反其道而行，想跟反派大小姐玩贴贴。就算大小姐刚用魔法打了她，可下一秒女主就能舔着脸上前求婚。谁说嚣张跋扈的反派大小姐就没有优点？她虽然对不如自己的人颐指气使，却懂得尊重比她强的人。反正在女主眼里，大小姐满身都是优点，就连缺点都那么可爱。哪怕大小姐天天以欺负女主为乐趣，但是在女主眼里，那都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。外人也是把两人的争斗看成恋人般的打闹，就算大小姐极力辩解，可是在女主的死缠烂打下，所有解释都是那么无力。其实大小姐今天针对女主全是因为她刚刚太出风头了，一个魔法打碎标靶，连王子都夸她厉害。然而女主却对王子的赞扬一点都不感冒。两位王子凑过来主要是想让女主加入学院骑士团，可女主对那个团体并不感冒，说得好听是以骑士团为名，实际上是三大王子的粉丝团，加入就能领取王子们的写真集。大王子见女主对骑士团的兴趣缺缺，赶紧跟她列举加入其中的好处。さしずめクレアを守るナイト様とか言ってよ。クレア様を守るナイト。虽然不知道女主刚刚想到了什么，但是为了不让她得逞，大小姐也要报名骑士团。然后女主的幻想就变成了这样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学员不小心打中了一只巨型史莱姆，无辜躺枪的史莱姆当即暴怒。就在所有同学逃离的同时，女主却逆流而上，因为这是游戏的一个主线。为了等这天到来，她已经练习了很久的魔法，一个超大型土魔法控制住魔物，然后再让所有同学对她发动攻击，如雨点般的魔法轰碎了史莱姆的半边身子。可她并没有因此死去，反而一个血之狂怒瞬间变得比刚刚更强，无数同学被触手抓住，就连女主都没能幸免。这其实也是游戏主线的一环，女主被抓后再由王子救援，选择哪位王子救她，双方的好感度都会随之大升。可女主不爱王子，她只爱可爱的反派大小姐，于是硬生生创造出了第四个选项。あ、そういやこのシーン。クレア様も触手に捕まってるんだった。虽然大小姐也被抓住了，但是因为被女主点名，她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被魔物甩了出去，并且跟二王子联手创造了奇迹。在女主的鼓励下，大小姐跟二王子用风火魔法的组合技打败了史莱姆，成为英雄的他们也被得救的同学围了起来。然而在所有人都在恭维大小姐时，女主却没有凑上去，因为她还要去捡漏。刚刚的大史莱姆是为了保护孩子才跟人们战斗的，妈妈牺牲后，小史莱姆正躲在树下瑟瑟发抖，女主就趁机把他收为史魔。回去的路上刚好碰到大小姐跟二王子撒狗粮，两人有了一起战斗的情谊，好感度顿时大升。女主知道大小姐喜欢的一直都是二王子，虽然看到她幸福她也很欣慰，但心里的酸涩还是无法忍受。よくやったな。
真是心机婊，一根小树枝就打断了大小姐的大好姻缘，也不知她是故意的还是不意的。大小姐也已经不知不觉间被女主攻陷，竟然会第一时间离开心爱的二王子，跑来关心女主。女主穿越到了乙女游戏世界，不好好走主线攻略王子，偏要跟反派大小姐玩贴贴，最后竟真的被他们弄出一个爱的结晶，那外表还跟大小姐长得一模一样。得知女主收了个屎，大小姐就要请魔法老师把她消灭掉，毕竟上一次大史莱姆搞的骚乱还历历在目。见势不妙的女主为了彰显这只小史莱姆的可爱，就赶紧让她拿出看家本领讨好大小姐。见这只小史莱姆这么肥，大小姐更坚定了处理掉她的决心。女主赶紧表示她还有终极绝招没用呢。女主说史莱姆有模仿美女的习惯，所以才会变成大小姐的样子。这一记马屁拍得她很开心。其实史莱姆只有模仿周围环境的习性，主要是为了自我保护。至于喜欢模仿美女的说法，就完全是女主乱说的，当然虽是谎话却很有用。被拍得很开心的大小姐勉强答应了留下小史莱姆，但一定要给她改名字，因为女主给她起名为玲玲雅。玲是女主名字的第一个字，雅是大小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，作为她俩爱的结晶，女主认为这个名字很贴切。反对无效，因为史魔命名之后就不能更改。大小姐对小史魔的名字耿耿于怀，就故意不搭理女主。然而这种程度的无视却对她造不成任何困扰。最后大小姐故技重施，以骑士团的入团考试结果比赛，如果大小姐赢了，女主就退学离开学院。然而女主并不虚她，并且趁机提出要求，如果是她赢了的话，大小姐就得答应她一个条件。然而骑士团的录取考试非常简单，就是两人猪队打一场，因为有削弱魔法的结界，所以也不怕参赛人员受伤。比赛一共有十场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三场分别是三王子对战二王子，大王子对战女下，还有女主对战大小姐。第一场两位王子的对决中规中矩，虽然三王子用冰系魔法冻结地面，让二王子在冰上难以立足，并且用冰柱封锁他的行动，可二王子的风系魔法能轻易摧毁冰墙，三王子的所有反抗也只是徒劳。至于大王子打女下的这一场就有点赖皮了，他用火元素凝聚成火焰小冰，然后不断的冲上去爆炸，虽然米夏用真空隔断的方法挡住了所有伤害，可大王子仗着魔力量大不断爆破，最后烧光了米夏身周的空气，害得他差点窒息，只能认输。最后到了大小姐跟女主的战斗，以女主的个性，开局先秀一波恩爱必不可少。私が直々に引導を渡してあげますわ。はい、たくさん遊びましょうね、クレア様。说归说，战斗还是不可避免。女主先用岩壁困住大小姐，却没想到大小姐的火焰连岩石都能融化，岩壁瞬间变成熔岩水。女主又打出石锥攻击，可尖锐的石块根本冲不破大小姐的火墙，纷纷在火墙中融化分解。然而轮到大小姐攻击，却被女主的石墙牢牢挡住。原来这不是普通的岩石，而是能耐2000度高温的碳化物，这种物质这个世界的人做不出来，只有女主这样学过现代知识的人才能做得出。然而大小姐除了刁蛮还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她又一次打出火焰魔法，然而火焰枪竟然会自动转弯绕过石墙，等到了女主身后，又化为好几个小火球打向女主。哪知女主的反应极快，用石块将火球逐个击落，这样的防守简直神乎其神。按理说应该没人能挡住大小姐这种出其不意的攻击，但女主就可以，原因所有人都知道。クレア様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ますか。まあぶっちゃけ正解です。クレア様の戦い方なら隅々まで記憶してます。碰到一个这么熟悉自己的对手，大小姐也很无奈，最后只能模仿大王子的招数，打算用无限火球抽干女主周围的空气让她窒息。而女主也有应对的方法，她直接用石墙围住大小姐不让她放魔法。哼，二度も同じでは食いませんわ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女主总是能在无意间惹大小姐生气，被她这样一气，她就把不打算示人的大招都用出来了，高强度的火焰凝结成光束，这样的招数就算在削弱伤害的结界中也能杀人了。这一招是很强，可女主却不想输，因为输了就得退学。やっぱり悔しいので勝ちに行きます。クレア様、ちょっとよりによってこんな地味な魔法で。はい、さらに魔法。想赢太简单了，
只要挖一个很深的坑，让大小姐跳不出来就完事了。大小姐还不服输，要轰出一条路然后出去继续打，可裁判却终止了比赛。因为女主是双属性，她跟大小姐打了这么久，用的都是被火克制的土魔法，可如果她改用克制火的水魔法，大小姐必输无疑，所以裁判判大小姐输。按照约定，她要答应女主一个要求，本以为会让她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可女主还是跟上次一样，只是让大小姐发誓永远不要放弃。大小姐不明所以，只能照做。但是作为游戏玩家的女主，应该是知道大小姐最后的结局不太好，所以才会一而再的让她别放弃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女主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她好像把小史魔给忘了。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だ。谁能想到刁蛮任性的反派大小姐，小时候却是个很有教养的大家闺秀。因为父母的严格要求，她从很小就培养出了贵族该有的所有优良品质，但她也从小就很缺爱。身为贵族的父母总有忙不完的应酬，经常彻夜不归，大小姐连续好几天都见不到父母一面。她虽然失落，却一直在默默忍受。这天她终于任性了一次，一定要把母亲留下来陪她过生日。本以为今天是她的生日，母亲会因此破例陪伴她一次，父亲却以贵族的责任为由拒绝了她卑微的请求。いつもお父様とお母様がいなくても我慢してますのに、お誕生日もご一緒できませんの？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ね。この埋め合わせは必ずするから。そうだ、お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買ってきてあげる。クレアの好きなものを何でも、何がいいかしら。プレゼントなんかいらない！お母様なんて大嫌い！クレア。这是他第一次对母亲发脾气，事后他很后悔，觉得自己不该任性，就想用女仆送他的生日礼物帮母亲梳头，算是白天的道歉。可当晚噩耗传来，父母的马车在路上遭遇事故，母亲永远都回不来了。跟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讨厌他，之后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，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这件事成了大小姐心里永远的痛，她一度想要自杀，希望死后能见到母亲，去跟她说一声对不起。这种伤心悔恨又无能为力的感觉，让她多年之后依然会在梦中哭醒。お母様。这就是为什么女主穿越进这个游戏世界后，会把三位如花似玉的王子晾在一边，偏要来攻略刁蛮任性反派大小姐的原因。因为这个游戏里最让女主怜惜的角色，就是这位反派大小姐，所以她不但要拿下大小姐，还要让她一辈子都幸福。经过长期不间断的努力攻坚，女主终于得偿所愿，爬上了大小姐的床。以往每一届新人加入学院骑士团后都要举办一次庆典，其实就是摆个摊弄点咖啡招待一下同学，可大小姐却当成奇耻大辱，因为这就意味着她要放低身份去服侍别人。大王子也觉得开咖啡厅不够刺激，他就想要加入一些搞怪元素，而女主刚好有个想看大小姐穿男装的恶趣味，于是就提议大家来个换装秀。庆典的那天男女互换衣服，所有男生穿女仆装，而女生穿执事服，大王子顿时来了兴致，三王子也表示无所谓。大小姐刚想反对，女主一句话就让她改变了主意。クレア様、戦意様の女装、さぞや美しく麗しいでしょうね。見たいと思われませんか？やっぱりちょろい。学员在加入骑士团后就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这天副团带来了一个调查夜里闹鬼的任务。最近一到晚上，学校厨房就会出现可疑人影。有大胆的同学也追上去看了，可他还什么都没看到，就被一只湿乎乎的手抓住了肩。大小姐快被吓哭了，可就是嘴硬说她不怕鬼。一向要强的她，强压内心的恐惧接下了这个任务。结果两人趁夜来到厨房，大小姐本来就害怕，女主还提出要分头行动。等她走后，只剩大小姐一个人在黑暗中瑟瑟发抖。もしも万が一、本当に幽霊が出たりしたら、クレア様。原来是女主怕大小姐了，就给她做了份甜点。大小姐尝了一口，这也太好吃了。原来女主为了研究新式糕点，最近每天夜里都要来厨房。突然大小姐就明白了，他们要调查的那个可疑人影就是女主，可她明明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，却还要趁夜跟自己一起来厨房，显然是对她不怀好意。因为女主不光给她准备了甜点，就连床都铺好了，看来是早有预谋，就等着今晚跟她同床共枕。可大小姐却不上当，既然可疑人影已经确定是女主，她就不用在这里守夜了，完全可以回家睡个好觉。但可疑人影的事情解决了，那个恐怖的迷之首长还得继续调查吧。もう騙されませんわよ。嘘じゃないですよ。私、先に帰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わ。クレア様。出ましたわ。お、
原来迷之首长是女主的史莱姆伙伴，这回两项调查都有了结果，大小姐可以安心回去睡觉了。然而等打开门看到幽深的走廊，她突然又不想走了。あれ帰らないんですか？別に叫び疲れて眠たくなっただけですし。ほら寝るのでしょ、さっさとお入りなさい。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，但女主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因为对大小姐动手动脚，第二天一大早女主就挨了一巴掌，但她还是觉得自己赚了，毕竟她本就喜欢被大小姐打。之后女主开发出了各种美食犒劳大小姐，她还把这些珍贵的配方都交给了蕾妮，这样大小姐想吃的时候就随时都能有人做。